新闻继续来看的是川流不息，民主向前，宽台大车队。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候选人王义川，伊伫咧十号下晡是来到嘉义县，由苏区立委候选人陈冠廷陪同，伫咧民雄乡进行车队扫街。王义川呼吁乡亲爱坚持回选，陈冠廷则是呼吁乡亲一定爱出门投票，选择对的人，行对的路，予伊帮助嘉义县会当继续向前行。王义川在选战当中已经到处替陈冠廷来徛台助选，嘛到处共同扫街。即件王义川在选前翻台大车扫，昨嘛进入到第三天，下晡到达嘉义县，轮到陈冠廷来争议相挺，专程伫民雄乡的徛虎王庙设置补给站的休困点。交王义川的车队汇合了后，陈冠廷也登车陪王义川来扫街催票，争取胜选。王义川到达徛虎王庙了后，受到现场数百乡亲的欢迎。陈冠廷先伫王义川的川流不息、民主向前大旗上来签名，啊，佮交现场乡亲高呼当选。剩最后三天，国民党台科部，你拢比我较实施啦，创影片啦，创假啦，啊，文宣乱做啦。啊，搁上厉害一只，就是甲票甲买落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就开始买啊！啊，恁这话我看拢老干哦。人若来买的时阵，拢无咧出声，无咧插伊啊，无咧插伊吼。拢跳过人就无紧啦，无差迄啦，对不对？为了台湾吼，迄一滴仔钱免管伊啦吼，咱票袂当去用买去，安尼好不好？好。哦，安尼冠廷吼，即时甲保会条，咱的票甲抢会转好。抓到。检举奖金2000万，摊到条了吗？好，对，过好条，边啊那是有人有在贴照片，给他照得清清楚楚，拿给剪掉好不好？好，爱过好条，爱过好哦。过年要甲大家报告，这届选举真重要，一人爱过十票，不是爱过五票尔，爱到去九票，过十票，九十票好不好？好。啊，过我1月13要安怎？出来投票。很感谢王义川老师啊，还有我们的李正浩浩哥都来我们这样的民主巡讲啊。这个民主巡讲其实很重要，直接接触民众，这就是咱民进党的价值核心。面对民众，照顾民众的需求，大家讲对不对？对。我们不会受到其他人的指示，因为咱是自主自信的台湾人，大家讲对不对？对。我们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，因为咱是自主自信的台湾人，大家都对不对？对。拜托大家，1月13，一人各十票，全部拢去投票。陈冠廷表示，王义川有提到一个重点，最近贿选的传闻是非常多，就要呼吁请乡亲拄到买票的时阵，相片甲伊翕甲清清楚楚，勇敢领取检举的奖金2000万。这件选举是真重要，大家爱一人有十票出来投票，让面对民众、照顾民众的民进党来胜选。最新新闻整理是民雄乡彩虹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
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